我血球哎，我靠！你好烂啊，为什么？烂？刚才是我挺明显的。推皇冠是没错。你那个是猎人的披风，是不是你那个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 我没电了，给礼物。解救，解救。2400哦，打中的话。 发血球是随地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完我一直拿。干多多是拿到血球。 再救一下，再救一下！啊！我救人被拿血球，再救也是。干到吃手手，不死回血，那么慢，那是比大伏战。你被冰到。 无限隐身流，虽然感觉好像没什么卵用，至少这关无限隐身流。他麦克估计，他也不敢放那个新的帅出来给别人打吧，不用跑那边。也没，如果是 buff 诡异的话是可以。啊。 如果在那一关是出那个有 bug， 有 bug， 隐身有 bug， 他不会隐身哎，没有他隐身那一瞬间会有 bug， 这里还给雪球，砸坦克用吗？哎呦！ 坦克不用打吗？要打，上哪个？打上面的还是？上面的。啊，靠腰。那下面还有人。哈哈，你还需要丢他一下？对啊，让他去警示，让他飞啊。抖了，抖了一下。OK 了。坦克的。哎，我没拉这个。 他这丢球不是打阿克西斯的动作吗？对啊。
山的土特产。另外一个 buff 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在时空穿越啊、哦，无法延长时间。你说我们可以14分钟打完，这个意思。哼，躺着过的意思啊，那个。我们改打了半天，怎么改只感受到了一个 buff 啊？另外一个没感受到。没卡 bug， 我看手上一直抱着一颗雪球。哎，重武器怎么快速换到副武器啊？啊，按两下，按两下三角形。干啥呀这样？完，哈、啊、哈，你看呀，是不是这套？是不是这套？会不会花瓶套装？妈的，好看没用。我干，我干。我这边跟对 boss 说 ，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？ 啊，是吧？你在那了？还有开开关吗？看看，哎，大礼小礼包吃了吗？没。双害是什么东西啊？双害？双害就是 debuff， 你不能丢水球。可是我不一捡到就有吗？双害。就是你捡起来就是 CD 十秒，有没有？他丢 boss， 他飞不走。有用吗？对 boss？ 问题是我也不是电刀，我是虚空弓。没关系，他飞吧，飞不走。试试看。我靠，他丢了很多。能丢到吗？干，丢都丢不到。这是我随地放。他这里就有送了，我砸到了，但不减速啊！对啊，没干。去哪取了？靠腰，这边也会摔死。嗯，不是摔死吧，那边是个岩浆池吧，你被岩浆池搞死。哦，对啊，跳岩浆里头，就这意思。
他有开罩子的吗？没呀、啊。开罩子了。哦，感谢。那狗还打你？那狗怎么那么贱呐、啊？那狗怎么一追你啊？为什么？你家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以为他要咬死好几次。我以为你家做了什么？他怎么那么恨你？太夸张了。哎呦，我干！我操！哎，哎，啊！那个球掉地上了，干！我去嘛灌篮，他捡雪球，把球给丢了。神经病啊！智障，他妈绝逼智障啊！干！重新捡，重新捡，重新捡！绝逼智障啊！我不要他们，我要换蛋，你捡毛雪球，神经病啊！智障！那雪球不能不要放那个地方啊！妈的！一米还干啥？狗狗屎！那狗在哪里啊？你刚跳下来吧，在背后，在背后，在背后。最后的希望，垃圾。最后的希望。